今天我们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诗篇第105篇1-4节，我们一起来齐声的朗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好，让我们一起来用歌声来赞美我们伟大的神。你真伟大。
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也是爱我们的主。愿我们在极难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呼求。求你，
我们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真是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行，也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主，真是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主，我们这次就求主你来到我们中间，来医治这地。主，真是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我们的国家也是属于你。主，真是求主你真是就怜悯我们来医治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转远离一切的恶行，我们回转归向你。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愿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你用不变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首为主而活的诗歌来回应主的大爱。Thank you.
请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大家已经站久了，就请先坐下来。但是我们还是以一颗虔敬的心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来敬拜，我们来赞美你。因为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上面耶稣为世人所成就的，特别是那为那些已经接受这份救恩宝贵礼物的你和我成就的，我们就向你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感恩。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都不会在永恒当中被纪念，都会被抛在那深深的大海当中。主，你不再纪念，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罪。就求你不断地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再圣洁、再好像
特别属灵的基督徒依然会有跌倒软弱的时候，依然心中言语当中行为当中会有一些主不喜悦甚至说主所憎恨的罪，像骄傲、嫉妒、愤恨、欺诈，我们在你面前常常需要警醒。谢谢你借着诗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时时刻刻为你而活。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也成全。天父，我们也再次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想到现在这个疫情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在美国还有在欧洲，有不少的国家还有州准备开始已经开始慢慢的 open， 开始了开放。但是我们也知道疫情依然凶险，随时有可能再次反扑过来。主啊，求你自己实在是给政府的官员啊，我们为总统、为各国的领袖、为各州各市的这些首脑来祷告，求你实在是给他们一个真正属神愿意去考察这样的百姓的心啊，真是给地上的人有平安，也可以有智慧的去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实在是两难之中，经济需要保住，需要发展，但是人民的健康、生命的安危也需要照顾。主啊，实在是不容易，求你自己继续带领他们，也帮助我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好，就也盼望你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继续施行你的怜悯和医治。我们呼求你，那复兴我们这地，医治这地，啊，使人民可以继续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为的是能够更多的有机会认识你、敬拜你、服侍你。我们向你来仰望。好，天父，我们也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放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啊，还有几位是得了癌症，他们需要医治的。主啊，你自己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彰显你自己奇妙的恩典啊，与他们同在，而且医治他们啊，能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事情，因着看到主你在我们当中不断施行怜悯医治，我们更多赞美感谢你。天父，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失去了工作，有的在寻找工作，有的是没有办法开业，在等候一个合适的时间。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有一个忍耐的心，有个坚忍的心，并且坚定的相信主你就是那位看顾我们的主。主，你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就凭着你给我们的应许向你来祷告，你赐下那及时的供应，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至于缺乏，也让教会知道怎么样善用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款项，能够帮助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主啊，在这个时候特别帮助我们每一位，就想到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即使是一些我们不来教会的慕道朋友、社区当中的人，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把神的爱活出来，向他们伸出有爱的手，用不仅爱心为他们祷告，而且也能够靠主的恩典提供实际的帮助。天父，我们今天也再次把这堂聚会向你仰望啊，求主你赐福恩高你的仆人徐牧师，让他所讲的和我们无论是现场还有线上所在一起的听众都不只是被动的听，而是心中有个感恩的心，有个敬畏的心，去接受属天你给我们的话语，说我们一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谦卑在你面前，都降服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言面前。主啊，因为这话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我们向你来献上赞美感谢，求你继续赐福下面的时间，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